因为我觉得我们的那个同胞，我觉得是改变到很多了啦。因为像他们喜欢吃一些不该吃的那些东西哦，我觉得有改变很多了。你要很凉的，真的吗？好，来。哎，这样有用吗？你觉得有用吗？有没有效？有，你有效。怎么说？吃这个就不会想抽烟了。因为哦，他们会感受到说，哎，师姐师兄都对我们照顾那么好，那我们来这边工作，我们是不是也要配合他们？是这样啊，所以我觉得怕的程度也是有了，啊，尊重的也是有了。因为你可以看到一些人这样走路，他们有在做这样的动作没有啊？所以你自己本身就要改啊。所以我觉得这样很好啊。啊，我们是交管，所谓的交管就是交通指挥啊。那我们的时间是比一般人的时间还要长，但是我觉得这个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回去顶多也是休息陪小孩子，那我们工作做完，我们对自己也有个交代，当然对他们也是有个交代啊，是不是？我们都一律平等，这样他我们帮他们，他也帮我们，帮大家啊，没有关系啊。我给你颁奖了最佳模范奖的哈，干巴爹加油啊，加油！哎，我觉得最安定的力量是那个司机给我们依靠，哎。有他就是有吃鸡在，然后才会让我觉得很安心，说我可以在这里生存，我可以在这里生活，然后我可以处理好我的小孩子。我最大的那个力量就是这样，我没有再想别的了啊。然后会不会得到这个永久屋，那个是其次了。这样，我有登记啊，但是会不会过还是那是算其次了。因为有过就有过，没过就没过，也不要想那么多了。我都准备做了做完以后，大家拢讲哦，你怎么走路好？我路，大家拢在走，大家拢在走。安尼压落去，会砍是无？会啦，真会啦。啊，阮本来就拢常在做环保啊，啊，伊若叫阮讲要来做环保，阮就来，要来切菜嘛来，要来扫路嘛来。听呀，听呀！中华呀，可以呀，等等呀，等回坐车来伊落去，啊，咱就会当合作来来拼嘛。也祝福大家会当大家摊大，有无出摊大的人就是有人在做。我们来讲吼，最主要是讲希望用阮的行动，用这老菩萨或这钢铁菩萨来看讲咱有这八十几岁啊的阿桑，人伊嘛肯来做。啊，用咱的行动来感动因吼，希望因卖乌白带，甚至于一点仔分杂啦吼，咱卖希望讲借着这个机会吼，讲哎呦啊，我食这份啊，这老菩萨咧搞起，会当带动因的行为，爱卖去做这个代志，当净化因的心，啊，改变因一寡较不好的习惯啊。三林的工地在为八八水灾哈，那个大爱永久屋的建筑工地里面哈，来做比较长期性的志工啊服务。那我就是这个因缘，然后来跟孩子介绍说，他们有没有意愿，然后来做第一批的志工服务。那我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那孩子都很踊跃，真的很高兴的来做。对，就想说有这个机会就来体验一下那个，体验一下那些辛苦。因为后来想说，
也顺便有这个机会啊，然后也可以为灾民做点事情。会洒汗水很舒服的。时间没有虚度。现在才不到一个小时，就觉得很充实。叔叔会不会比较虚度光阴？不在家也是睡觉。就可以为他们出一份心力吧，小小力量的。是啊，一些讲话语言方面，一些脏话哈，都好像都没有听到。哦，跟像都跟人家讲一些，还没有讲三句就，现在我也不会讲哈，好像就是台中下来一点点。没有，以前我们工地都有，一碰到就哦，虽然是开玩笑的话，可是听起来哦，就是好像不太一样。他来慈济这边哈，就觉得早上哇，看到大家这样哈，都有那么心哦，很轻松的来工作这样。早上就看到说哦，大家早，感恩哦。哎，面到家要马上喝、哦，要赶快喝、哦、好，快点，好，来啦。就是说风灾后这样哦，感受到说，以生命来讲这样哈，他人与人之间哦，不要太计较。它是生命很可贵，像我那边捡起来了，所以就观点上哈，人跟人相处改变很多。他很感激帮助我的人这样啊。没有困难是一时的。那我们是希望尽快把这个工程完成，让我们这些八八水灾受灾的灾民尽快有一个比较好的居住的住所，这是我们共同希望的。之前做工程的话，可能就是我们大概工人方面，我们可以分成两大部分嘛。第一个是我们的技术工人，我们钢筋工、模板工，哦，那第二部分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杂工，我就是比方做一些清扫、场地整理哈之类的、搬运之类的工作。在我们这个慈济大永久屋这边里面，我们有一共待赈的八八水灾的受灾的灾民们。那我们原则上目前分派的是比较属于一般体力工或者是说非技术工的部分。那我们也从这些灾民里面看他的各个专长，他如果有钢筋模板或者是其他的专长的部分，我们会逐一的来采用，来让他做他本身比较专业的东西。本人的感受是人生无常哦，那碰到问题就是勇敢去面对去解决。那我相信在我们台湾，从政府到社会上，包括我们慈济，所有资源大家也在全力来支持我们这些受灾的灾民。那觉得这段时间可能大家都很辛苦，但是我想到年底，今年农历年左右的话，我想大概会一个比较好的环境。那在一两个月的时间再撑一下就过去了。